就是今天发的食品啊，有牛奶啊，牛奶，它的日期是到9月1号啊，这个 SEPT 就是 September 的前四个字母 best buy 最佳日期是9月1号之前啊，这个牛奶拿回去吧，因为我冰箱里还有半桶牛奶做酸奶用嘛，那个这个喝这个，然后这个是在食品回收站，那个拉丁女孩她拿送给我的吧，就是其他人不要的，一般都是华裔啊，咱们华人一般不愿意吃玉米饼，我还比较喜欢吃，用它腾奶酪啊，腾黄油啊，这个还不错。他还拿着一袋豇豆想给我，用乞求的眼神瞅着我，我说 thank you， 我说不要这个啊，豇豆太多了。然后这个是在食品发放点附近别人扔掉的这个鸡汤，这个有点可惜了，我给它放到地铁口吧，这样的日期呢是到2022年的10月27号，日期也很新鲜啊，自然好鸡汤，鸡汤啊，老美喜欢吃鸡汤吧。这个我事先用塑料袋在这压好了，我就是放菜花什么的。这是我今天捡的一大堆童话书啊，英语童话书，学英语用。然后这个是今天发的食品，其中有两个辣椒是食品回收站那个女孩给我的啊，她希望人们能够尽快把这些食品拿走啊。还有一个啊，这两个辣椒是她送给我的啊，送过两个辣椒送给我这个玉米饼啊。就是自己拿，其实，但是豇豆我就没要啊。这是这个原装的，然后这个箱呢是我从那儿要的箱啊。他那个现场的，这是食品的包装箱，但是现在发食品呢，他们是不是用箱法了？他是直接的，那个他是直接的把这个食品分装到袋里啊，给大家发着袋了。他这个是这么的，你看 ，important 重要的啊 ，product handling。Guidelines 产品操作指南 ，immediately upon receipt， 收到之后马上就要 refrigerate fresh product， 放在冰箱里，新鲜的产品放在冰箱里32华氏度或者更低的温度 ，maintain frozen product， 保持冷冻的食品在0华氏度或者以下啊，意思说，你收到这个箱里的食品呢，马上就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啊，或者冷藏或者冷冻，把它保存好。对吧？然后这个写的是 ，No claims， 没有索赔啊 ，will be allowed on product which has not been properly refrigerated or frozen 啊，意思说不能索赔，没有索赔将被允许啊。对于这些商品，没有正确的放在冰箱或者冷藏或者冷冻啊，意思说我们这个箱里装的是食品啊，那么假定。你收到食品之后没有按照要求马上放到冰箱或者冷库里啊，冷藏或者冷冻坏了，那你不要找我索赔，就是免责声明。说白了，奶酪啊，这个奶酪有一段时间没发了，这个奶酪日期呢是到11月3日啊，这个不错啊，我以为没有奶酪都被我吃了啊，最近我在吃黄油最近啊，然后还有黑豆啊，我这袋里是黑豆啊，然后那个拉丁女孩食品回收站，他拿的是豇豆啊，他这么拿手托着，拿眼睛拿着，乞求的目光瞅着我，我也没要，被我残忍拒绝了。然后我这里边也有这个玉米饼啊，玉米饼是足够了啊，所以现在食品还是挺丰富的啊。还有香蕉，香蕉是厄瓜多尔的啊，香蕉还有不少呢，每天吃2根左右。紫皮蒜啊，好久紫皮蒜也是中国的吗？中国生产，对对，紫皮蒜啊，以前发的是白皮蒜，现在发紫皮，紫皮蒜更辣啊，紫皮蒜，蒜女孩啊 ，Premium fresh garlic， 优质新鲜蒜啊，中国生产的蒜，很亲切啊，蒜好久没吃了蒜，然后还有这个角瓜，哎，现在没时间吃，主要是大胡萝卜真叫大，这个兔子比较喜欢。兔子喜欢，怎么还有饼啊？每个人箱里有两袋饼啊，这真够多的了。完了还有这个生菜团，哎呀，没时间吃，哎，谁来帮我吃啊？谁来帮我吃？我看搁这儿吧，生菜团，这儿吧，这儿，还有菜花，仙人掌还没吃呢，又来菜花了。
哎，菜花两朵，快少点发吧，少点发吧，哎，胡萝卜，这大胡萝卜真大，哎，还有角瓜，原来是啥呢？食物匮乏啊，现在呢是食物太多了，橙子，橙子。橙子，我这里的辣椒搁这上边，辣椒还不错，甜椒我就直接吃，当水果吃，我就直接洗干净，直接咔咔咔吃。还有这个西红柿也不错，还有角瓜，还有角瓜。最近我要多吃点菜啊，因为菜需要洗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就有点懒，我有点懒。哎，西红柿，这个西红柿应该熟透的吧？应该可以直接吃，西红柿还不错。西红柿和甜椒我都比较喜欢，直接可以吃。那西芹呢？哎呦，西芹好久没吃了，西芹。哎，哦，这就是今天发的食品，还有我捡的这个儿童童话书啊。儿童童话书呢，我打算做成英语学习视频，有时间的话就做啊。但是现在可能时间还不太充沛，哎。牛奶放里边，也要放了。然后呢，放黑豆，不怕压的，不怕压的还有什么？这个都是怕压的。我想想啊，这个还真得好好搭配一下。这个甜椒其实也不怕压，这是厚甜椒，对吧？胡萝卜肯定不怕压，胡萝卜，橙子。胡萝卜和橙子不怕压，蒜也不怕压，蒜对吧？还有啥不怕压？饼不怕压，饼对吧？看看啊，这个饼不怕压，还有好多面包呢，昨天捡的面包。哎，饼不怕压，然后这个也不怕压喽，当然了，这家伙，奶酪也不怕压，奶酪。之后呢就放。我看看啊，角瓜应该不太怕牙，不那么太怕牙，对吧？角瓜不太怕牙，角瓜。西芹原则上也不怕牙，对吧？辣椒不怕牙，辣椒是大辣椒，大辣椒，又大又厚的辣椒啊。看看啊，然后呢？西芹这么放吧，放这儿吧，西芹。然后放什么？我想想啊，西红柿应该也问题不大，西红柿还不是太软，是吧？它这上面还有这个西红柿的这个叶呢，不是叶，是那个托的，西红柿开完花的那个底儿，西红柿托。我想想啊，然后是香蕉，这个香蕉也不太怕压，应该是，菜花和这个应该装在袋里吧，这个菜花和这个什么装在袋里，这叫什么？生菜团吧。我应该强迫自己每天多吃几顿饭，现在每天只吃一顿饭，处于半饥饿状态，一天有半天的时间处于半饥饿状态，这个不正常了。所以我现在就想着把好多事情都给它推掉，然后我能好好调理身体，好好做我自己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一些朋友们就，我。在美国，有些朋友求我帮忙，帮这个帮那个，我好像有的时候就想把这些事情推掉啊，想推掉啊，这样我可以有时间做饭吃，要不然我现在做饭都没时间吃，食品很多，但是我没时间做，现在这个多尴尬，这可以吧？我把它系上啊，我把它系上哈、啊，把它系上口，系上口，欧了。接上口之后呢，上边再盖上，上边再盖上塑料袋儿，上边再盖上塑料袋儿，遮一下，对吧？给它遮盖上。哎，一天只吃一顿饭，太不像话了。我不想是这样的状态啊。
所以我还是想一天吃三顿饭，所以也请求一些朋友，如果不是必须找我帮忙的话，就不要找我了，好吗？因为我国内好的事情也要处理啊，国内的事情也要处理。欧了，我把这个书给它装在这个袋里啊，这个书给它装在这个袋里，然后放到收件杯里，按照大小装吧，我看看啊。按照大小装，先装这大的小兔兔，呵呵，它这个童话用好多兔子，这个不错吧？我现在竟然喜欢看童话了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好，让人特别放松，对人的心脏比较好，可能是，对吧？看一些轻松的东西。欧了，我现在给它放放里边，有两个手。呵呵，我已经两个手啊，两个手弄啊。我看这个怎么弄啊？这个，因为这个书大小不一嘛，我给它放在阳台的书架上。阳台那书架估计应该能保住了啊。那个上次香港先生他敲门交电费，33块3毛5，拿个信封上面写着每人33.35。他其实借个引子，他想再催问我一下，因为我总躲着他嘛。他说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把这个阳台给我腾出来？啊，不是，怎么说的了？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把它给我清走？这样的啊，我还纳闷怎么给他清走呢？他也不是房东，他可能说走嘴了，不小心把他的盛怒之下把他的真话说出来了。我把这系上扣啊，然后我就说我跟房东说了，我说房东过一段时间他，我说房东最近可能过来，他看一下这个阳台这个怎么处理好吗？这样的完，他就。我一说跟房东说了，他马上就没电了，就不吱声了。哎，这就是人嘛，人性嘛。哎，我看看啊，欧了，这个放到我的双肩背里，我的双肩背里。然后呢，还有我的头盔，对吧？头盔搁这里，就这意思吧。用两个手弄，对啊，有的时候得用两个手弄。怎么搞的？怎搞的？欧了，就这意思吧，就这意思吧。然后呢，我这个衣服是不是也放到？我把这个拿出来，这个拿出来。衣服一会儿可能会冷啊，有可能要穿，对不？所以你就再说吧。我先给它捆到自行车上。捆到自行车上。这么捆上。两边距离让它均衡，对吧？生活不容易啊！你看我在美国生活多艰辛呢，得一点点的把这个运回去。我得用两只手弄了。欧了，就录到这儿吧，再见了，感谢啊，我这个胡子都没时间刮了，感谢感谢。看我这胡子，老了，老了，白胡子老头了，也有几根白，有一两根白的啊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。